年就二轮承包了，油票也要控制，还拉黑活进来是没戏了。新来这厂领导啊，我看也不是个善茬，谁要想轻易断了咱们的财路，没门儿。哎，你手怎么又伤了？打架了吧？不是，没留神刮的。这两天晚上我都找不着你，干嘛去了？我躲你呗，我省得你老不着家。哎，到了吧？哥，今天他们要是不还钱，咱还真玩命啊。那咱们也不能白拉活啊。我跟你说，他要是耍赖，你就照我说的做。怎么，有点怵？我怵什么呀？我是怕控制不住自己，把他们厂子给端了。好样的，我就说嘛，咱们兄弟是最佳搭档。哎，你呀，把车调好头，别熄火啊。嗯。哪阵风把你吹来了？咋的？找兄弟有事啊？方老板，您这是贵人多忘事啊。您看看这欠条，您年初啊欠我的钱，您答应这户货卖出去，您就还给我。您可别食言。你看我这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？不就1200块钱运输款吗？小意思。你看这样行吗？下礼拜你来，我把账给你结了。今天我手上没带钱。方老板，我今天这么大老远的来了，不见着钱我能回去吗？上次我找你，你不接电话，让人告诉我你出差去了。再上一次，你说你还没有周转过来呢。你这嘴跟屁股似的，我还能信吗？老陈啊，你这说话太难听了。你是来要账的，我是欠账的。你对我不客气点，我这一生气，你可就一分钱拿不到了。您是大老板，大人大量，还能跟我生气吗？您呐，就别折腾我了，我是真缺钱，连门都不敢出了。您看这钱，我是不给你，我今天真的没带钱，不信收着。我们厂子刚出了事儿，哪有钱给你呀？赔的钱还没给清呢。下个礼拜再来吧，走吧。等等，你说让我搜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我就说你这嘴跟屁股似的，这不是钱吗？我走。别给动，躲开了他！别怕，这咱们地盘，敢在这杀爷，他们找死！给我上！来，来，我看谁敢来！怎么都别慌！怎么办？我没血吧？没有。给我追！王八蛋，进来就跑！
假的。你胆可真够大，这些年人里要一个聪明的，还说那炸药是假的，咱俩全得背锅。你真是要钱不要命。我不是缺钱吗？你缺钱？你比我缺钱？你光棍一个，你钱花哪儿了？你都。反正我最近不够花。我说，你是不是有女人了？天天神出鬼没的，是不是真找了？你别说我，哎，你妈给你找那三眼妞，你看上没有？夏令格回来了，小丽，先洗把脸。啊，你不用管了，我自己来吧。你饿了吧？我给你端菜去。哎，离这么远就闻见香味儿了。这菜都是你自己做的？当然是安做的。哎，我妈她说了吗？什么时候回来？说是后天大后天的就回来，一说晚上让我住他那屋。你晚上不走了吧？白天我把被都给你晒好了。你做的菜就是比我妈做的好吃，她做啊有时候老咸。哎，小丽，你也来吃啊？我吃过了，我刚才吃了个馍，吃饱了。啊，这酒我不能喝了，晚上我还出车呢。那你晚上啥时候回来？我给你留着门儿。一会儿我去单位宿舍住，你晚上一个人住不害怕吧？啊，我买了两张下礼拜一的电影票，是国产电影《老井》，挺好看的，你和我妈去吧。丹令哥，我晚上一个人住害怕。害怕？你在面食店不也一个人住吗？都快有小半年了吧。我在面馆住也天天害怕。哦，刚开始一个人住肯定有点害怕，过一段时间就好了。睡觉的时候把门锁好了，谁叫也别开。
门怎么锁了？来，看看。哎呀，长途车真脏，还不如坐火车呢。妈，快做饭吧，我都饿了。哎，这就做啊。哟，小丽的钥匙怎么在呀？秀儿啊，啊，你看这什么呀？什么呀？哎，哦，这小丽的信。小丽写什么信啊？她人呢？赶紧给我念念。一，我走了，我不跟您照面了。我配不上大令阁，我就自己做主，把这琴推了。我坐早上的火车回家，明天就到家了，您放心。还有，到了家，我就把退亲的钱给您寄回来。祝大令阁能找到一个更好的，小丽。嗨，我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出。来看看几点写的，上面没写啊。妈，我就知道这丫头在咱家待不长，说不定她还是个骗子呢。您就等着她退清的钱吧，估计也没戏了。哎，这穷地方的人看着实在，骗起人来那是一个顶俩。哎，怎么会这样呢？是不是这大林又说什么难听的话了？妈，说不定你给我哥这机会就不对。你说我哥要是对人施暴了怎么办？你滚一边去！你胡说八道的。咱妈脑子肯定进水了。回来了，还挺快。这乡下婚礼热闹吗？小林，小林，怎么了？你自个儿看看吧。这是什么？这燕子飞来又飞走了，妈真是空欢喜一场啊！这钱是进了穷坑了，上哪儿要的回来啊？真是白花了。他怎么连个招呼都不跟我打一下？说走就走了。你们对人不好，人能不走吗？啊，还是在家里看你们的脸色呀？哎妈，你怎么说话呢？又不是我们赶他走的。都不知道你们心里是怎么想。要我说，您当时的想法就不对。这么大的事儿，你自作主张，你也没有问问我哥同不同意，你更不知道人家小丽心里到底怎么想的。小丽怎么想的？小丽是真心实意想嫁给你哥。哥怎么想的，我就不知道了。我能怎么想啊？这丫头还真挺有主意的，怎么说走就走了。你昨晚真没在家住啊？没有啊。我这两天都在单位住的，那天我走的时候他还好好的呢，怎么突然就走了？奇了怪了。你是不是跟人说什么了？妈，您冤死我了，我能跟他说什么呀？那天我就说，这晚上啊我在单位住，你一个人在家住的时候别害怕。废话，那姑娘家一个人跟家里，他能不害怕吗？哎，我说这时候你显什么积极呀你？行了，妈，这事儿都过去了，吃一堑长一智，你以后别再做这种可笑的事儿就行了。哥，人小玲说你昨天对小丽施暴了，要不她能跑吗？一边去吧你，净胡说八道！你哥是那种人吗？我看也是，你要是真对他怎么着了，他也就不会走了。你就是因为没怎么着，他才跑的呢。哎呀，
妈都急死了，你们还跟这儿开玩笑。妈，你急也没用啊。哎呀，这小丽从来也没出过远门，你说要是丢了怎么办呀？不行，我明儿得去老家看一看。人早坐火车走了，不过你要去也行，把那钱要回来，这不能白花这钱，对不对？2000多块呢。行了行了，就知道钱呀钱的。哎，没钱你能活啊？少在这儿跟我假清高。妈，你也不能全怨我哥，小丽再年轻再漂亮，我哥要是不动心，白搭。就是，妈呀，净干这种一厢情愿的事儿。大玲啊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啊，你要真有病的话，你可得上医院看看去啊。这么好一闺女，你都不动心，我看你病得不轻。得了妈，就算我有病还不行吗？这事儿啊，过去就过去了，以后你就别嚷嚷。我能不嚷嚷吗？我，你要是真有病的话，我还抱得着孙子。你说你爸要是在的话，你们这些个事儿还轮得着我操心吗？什么命啊，我真是。哎呦妈，你还当真了？我告诉你啊，我没病。您说那病啊？没有。孩子他爸，你在那边挺好吧？昨天晚上你给我托梦，我都收着了。我跟孩子都挺好的，就是大林这婚事让我头疼。你在阴间要是有能耐，你就给他使使劲儿。大林这事儿不定下来，我一天也不踏实。你要是活着就好了，咱也有个商量。杨子，我来看你来了。一晃这么些年，风风雨雨的，可是在我心里头，你还是那么年轻。我都老了，小林就要考大学了，现在小秀在学唱歌，我也实在是搭不上手，就让他自个儿去闯条路吧。你喝啊。嗯。其实啊，这件事上最伤心的是你妈，你想费了那么多心思白费了。不说我妈了，今天我是诚心好好请请你。这么多年，你对我们家照顾实在是太多了。哎，我这一说话怎么跟外交部发言人似的？干个杯。嗯，吃。秀儿，今儿还是我请你啊，我没有让女孩子请客的习惯。不行，必须我请，要不然我就不喝了。好好好，那我听你的，你多喝点啊。我听你哥说你比他能喝。其实我们家都不能喝酒，我就能稍稍强一点儿。哎，我哥说你从来没有喝醉过啊？从来没喝醉过那是瞎扯，那常喝酒的人哪有没喝醉过的？那你今天就给我醉一个，让我看看你什么样。我喝醉了一点都不好玩，不像你哥，喝醉了越喝越能说，那舌头喝得跟鞋垫似的。来。小秀，那小子还找不着你了？找什么找啊，你都把人家打成那样了。其实他那天就是喝多了点儿，真没有想欺负我。你没必要那么揍他。谁让你是我妹妹呢？欺负你就等于欺负我。我要是没看着还行，我要是看着了，我就不能不管。我觉得我揍他还揍得轻呢。天哥，我觉得你特男人。我小时候就在这块儿，老跟我哥下水。是吗？我妈知道了，回去揍我哥。我妈从来都不打我，她说女孩子不能打，一打就没自尊心了。
还说女孩子要是没自尊心就完了。所以我哥啊，我哥老挨揍，不过他都打皮了，扛揍。这小兄，你还记不记得有一回春节你给我们唱卖花姑娘啊？唱得太好听了，把我都听入迷了。真的？我头一回听真人唱歌唱这么好的。哎，那时候你就这么高吧？啊，这么高啊？你什么时候对我印象开始那么深的？是我小时候事儿你都记得？那当然了，你小时候的事儿我全都记得。我还记得有一回啊，我半夜到你家去把你给吓坏了。啊？哪次啊？就是你在院厕里头撒尿那个。哎呀，陈哥真讨厌，你给我站住！你就是喜欢我，要不然你干嘛天天跟我在一起啊？你呀，就是一个大笨嘴，什么好听的话都不会说。我好了，什么都别说了，现在就亲我一个吧。你说，我们摘下去能有好下场吗？你妈会同意吗？她怎么不同意啊？我妈那么喜欢你，天天夸你聪明能干的。哎，我还逗她呢，我说你那么喜欢陈凯，就把他收了当儿子啊。我妈说那可好，就怕人家不答应呢。你想，你要是娶了我，你不就成他儿子了？你妈说错了，我还不答应啊，我巴不得给他当儿子呢。我从来都没人疼没人爱的，你妈是第一个把我当儿子疼的人。那你还犹豫什么呀？你就娶了我吧。我知道你是不是嫌我太小了，太爱玩了。没事啊，你可以等我长大点嘛，等我有了当媳妇儿的样再娶我。反正你不着急，我也不着急。你呀，你就是脑子太简单了，傻丫头一个。我是怕你妈呀，知道我比你大十几岁，她要是为了这事伤了心，再不理我了。你不是说为了我什么都不怕吗？我为了你掉脑袋都长，可我就怕这事。你也太夸张了吧，掉脑袋都行，还怕这事儿啊？秀，你知道我喜欢你什么吗？我哪知道。你的眼睛。我的眼睛有什么特别的吗？像我心里都明白，可我说不出来。你呀，你要是会写诗就好了。我还写诗呢，我连字儿都认不全。秀儿，那你喜欢我什么呀？喜欢你坏呗。我坏？我坏吗？我坏吗？啊？你说，你给我说啊？我坏吗？小秀今儿晚上又没演出，这么晚了怎么还不回来呀？啊，上哪儿去了？你说，妈，你有没完没了的瞎操心，他那么大人了，就不能有点自己的事儿？一天到晚的慌慌张张的，也不知道他在忙到些什么。他都多大了，也该慌慌张张的。哦，就他这年纪，就该找个人家了。您像他这岁数。不也跟上我爸了？哎呀，我们那时候都是那岁数。小秀这年龄啊，要是中学还没配对，就算保守的了。要我看呢，他要是找个人能管上他，
您不也就省心了吗？省得天天在家咋咋呼呼的，怪闹心的。要找也得找个好人家，整天唱啊跳啊的，接触的都是那些个忽忽悠悠的人，就是不放心。他是没个稳当样儿，这一点啊，他可比不上大秀。哎，这提起大秀啊，我就更伤心了。你说结了婚就再也没回来过了。哎，你们这些个孩子，不知道怎么就这么心狠，啊，变着法儿来治我这当妈的，也不知道我怎么就那么对不住你们。得了得了，他不回来啊，更清楚。咱家人都死倔，没一个肯服软的，都我行我素。你就别说别人了，这当初要是你不跟你美妇打架，能闹到现在这地步？妈，你怎么就说上我了？就算当时是我不对，一家人也不至于闹成这样。不过这大秀啊，还挺惦记咱们的，月月给家写信，这逢年过节的还给咱们寄钱。咱们家最困难的时候，还不是他一直帮助咱们呢。嗨，其实啊，他自个儿的日子过成什么样，咱们都能想象得出来。他这样啊，也算是说得过去了。寄钱写信那是应该的，您把我们养这么大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。哦，寄两个钱就算报答养育之恩了。咱们家这几个孩子都没什么大毛病，都是有点自顾自。你说那么多人都回城了，他怎么就不愿意回家呢？不会出什么事儿吧？哎，要不咱们去看看他家。得了吧，妈，你想他归想他，哪有一而再再而三的老辈儿去看小辈儿的呀？要去啊，您自己去，这次说什么我也不跟您去了。把他扔那么远，妈对不住他呀。妈，您又来了，是他对不起您。这些年咱家日子过得这么苦，他倒多清静去。你是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半花，对子女您算是仁至义尽了。妈，这么多年了，您让我们吃饱肚子，穿上干干净净的衣服，就已经很不容易了。达玲啊，妈有你这句话就够了。妈，小林啊，你记住把那银耳喝了啊，别熬太晚了，听见没有？知道了。哎妈，你干嘛去？我看看小秀去。修好了啊，记住了，下次用完了电池及时拿出来。OPDRA。哎，我问你，
小秋最近是不是老特晚回来呀、啊？我问你呢。哎呀，哥，我这背单词呢，你别打扰我。妈操心，我问问。妈就是操心的命。你说这人怎么这么愚昧呢？他就是想不开，老想管年轻人的事儿，也不看这都什么年代了。你呀，你背你单词吧。这属于农民的作息时间，9点半啊，在大城市夜生活才刚刚开始。妈担心你，知不知道？你得慢慢习惯，老这么操心哪操心的完啊？嘿，这大晚上的，我等你半天了，你还有理了？哎，小林还没睡呢。哎哎，你别去打扰他啊，他搁那儿复习功课呢。您呢？没听见他在那儿放歌吗？嘿。小林啊，录音机修好了，快给我放个苏芮。哎，你就知道苏芮，我这听的都是英文歌呢。去去去去去，出去出去出去。嘿，你行啊你。你这两天可不高兴的啊。哎，我高兴你也不让了，那我天天拉着脸你就乐了？我看你啊是高兴过头了，不会是有什么情况吧？我有什么情况啊？你还是管好你自己吧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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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小舅，今晚上没演出，你到底上哪儿去了？我都问你三遍了，你赶紧跟我说呀！行了，你烦不烦？嘿。
熊儿，你说咱俩这事儿怎么跟你家里人说呀？要跟我家里说什么？这不早晚得跟家里说吗？你还真想欺负我啊？熊儿，你不知道我有多爱你。我长这么大，从来没有这种感受。你还记得那次过年，你带我放鞭炮吗？那次把你吓的。熊儿，我爱你。跟我回去。行，你先回去吧。事儿，你问问你妹妹，让她告诉你，她搞的对象是谁？对象？哟，我们家小秀搞对象啊？哎，谁呀？我认识吗？跟你哥说呀，你怎么不说话了？啊？你刚才不是又哭又喊的吗？现在怎么不言语了？你们都管不着，我跟谁好是我自己的事儿，我凭什么告诉你们？我就是跟陈刚好了，我将来就嫁给他了，怎么着？我又没犯法，陈刚他也不是坏人，他是合法公民。小秀，你喊什么呢你？陈凯，这跟陈凯有什么关系啊？我说你还没听出来呀？啊，这小秀要找的人是陈凯。陈凯，就在我这眼皮子底下，他们俩都发展到那种程度了，我就没看出来。你更是一下子，你也没看出来。这算怎么回事啊？这陈凯比小秀大这么多啊，这种事儿他也做得出来。小秀，这是真的吗？真的假的怎么了？妈老说陈凯好，怎么我就不能跟他好了？我看上的人比我大十岁，大八十岁我都不管，我不在乎。我是说了，这陈凯不是坏孩子，可是我不能同意他勾引你。我这儿把他当亲儿子对待，你就是他亲妹妹，他打你主意就是不行。大林，你告诉陈凯去，他要跟小秀断了，这家他想来还能来；他要是做不到，就别想再登我们家这门。妈，妈，我走，我走还不行吗？这家我不待了。你们不认我，我也不认你们。小旭，上哪去了？给我回来！你，你给我回来！你，你还耍上了？我问你，你和陈凯鬼混，还混出道理来了？你考虑过我的面子？在朋友眼里，我是什么东西？你这样做，就给当哥的丢人，你知道吗？你也这么说我？我丢人？我丢的是我自己的人。我凭什么丢你们的人了？你们跟我什么关系啊？你们觉得你们是谁啊？我走，这破家我不待了。破家？你敢说这是破家？这破家把你养大的，你知道吗？怎么着？你以为你唱两首破歌就了不起了，就底气十足了？你怎么跟妈说话呢你？你又成人物了。我告诉你，这个家的事儿我都知道，我全都听说了。大力，你这个骗子，要是没有你，我能没爸吗？
我要是有爸，能到今天这个地步吗？咱们家这些年多灾多难，还不都因为你啊？妈，我不姓文了，我要姓杨，我凭什么不跟我爸一个姓？这里边的事儿，我全都知道。你住嘴！你敢打我，因为你什么东西啊？从今以后，我再也没有你这个哥，这包家我再也不拆了。就是他不懂事儿，年纪太小了，你别往心里去，坐下歇会儿吧。我哪儿坐得住啊？我找他去。你别去，小俊和陈凯这事儿。我处理。